Hello， 大家好。咁之前咧休息之前咧，大家就睇過鉛蛋號啦。咁特別兩位主角咧就係 Alan 夏敏倫啦，同埋 Paris 黃厚偉。咁佢哋咧一陣間就會出嚟表演嘅啦。咁而家咧仲有啲時間咧，我哋會請到鉛蛋號嘅導演啦、卓翔導演咧嚟到我哋呢度啦，咁同大家分享下心得。咁大家咧可以隨意發問嘅。不過喺之前咧，我哋就先欣賞咗兩位主角嘅一段折子戲。咁、那個折子戲咧就係、是、一段折子戲咧就係、是《思考記》嘅位置嘅。咁《思考記》我諗大家都知係咩故仔啦。咁但係一個鉛蛋，即、就、係、是、南花蛋同埋一個南小生，咁佢哋喺呢個合作上邊會有啲咩火花？會唔會係一個風趣幽默啲啊？定係會有啲咩火花咧？我哋而家可以請佢兩位出場先。好似错过
威絕龍啊凌啊，錯不需去認啊，為是對妻要奉承，萬入馬場是勁。笑颜无尽。
開錢啊嘛，借借借，咁係用借數嘅人。哎呀！贵子
唱诗歌，夫人棒下要留情啊。千妖，我更最难洗净啊！咁我跪咯吓，今日当罚咗我啦。相公吓，呢次系你咎由自取，唔好怨我啦。系啦系啦系，我咎由自取啦。啊，咁我换个件衫先。三文，做咩事啊，夫人？换乜嘢三文？你呢件衫几好啊！就系靓嗰头啊！我惊跪污糟佢，呢件衫你亲手做俾我噶嘛？呢件衫我唔要噶啦！吓，点解唔要啊？你黐过嚟个女人嘅，我要掉咗佢！唔好掉啦啩！啊，夫人，出嚟！吓、啊。呢度，哦，够你跪噶啦，够够晒，夫人，你不过你睇睇，街前路湿啊，整个鸳鸯枕，垫下湿头哥路啊，吓，冤枉，跪咗啦，跪咗啦，跪好啲嚟啊，夫人，早唞，我梗系早唞啦。我跪向花间咒骂两声，啲花也绝无情。我呸！呸我啦吧！唔系，夫人乜你见到我呸你咩？我绝对唔系呸你。呸你声，做乜唔系呸我？唔系，我啲花咧。啲花成晚都鴨咁放喎。邊放嚟？啊！跪好啲嚟噶。夫人，你做呢頭啦，做呢頭。啊！哼！你真係衰啊你！露沙青蛙叫得咧太忘形，你仲啊笑叫馬聲。今晚未有停，我呢次仲唔收拾你？今晚唔系拖我。夫人，你今次错啦，我唔系拖你喎。你记唔记得我嘴啊？捧我，捧我。咁即系点啊？我想剁你啊！剁你个头啊！你剁过第二个女人？我冇剁过第二个女人喎。我冇剁过人喎。你快啲跪喺度！唔系，我见到你个样好靓，我想剁你。我靓就咁系噶啦。系咯，咁你俾我剁你。冇得睇。吓？你自己好瞓喺呢度啦。吓？冇计倾啊！哼！哎呀，如湿咩更直，风啊凄路惊。翻风了嘅，天时咁热噶咯噃，啊！真系翻风啦，相公。系啊，我都要高床，你怎瞓啊？哎，我陪你啊。我哋听朝见。吓、啊？唉，一日都系我自己衰嘅，鬼叫我背娇妻。欠咩债未结清，楼底暗定情，朦胧迷路惊，罚我跪前罪太轻，怨声老松靠何人，坐开温泉含咩声，险知断赤绳，搞到我乏胃。难笑咁自卑，叫我清白。冷冷清清，夜寒人静。就算而家揾菩萨救我，
菩薩都睡覺啦。唔係喎，我今日做華僑上春嘅時候，東姑兄同我講過，佢話北漢有三門後為大，仲有講過黃州鄉里立有七出之條，其中有文焚雷雨之格夫，五年無所出者，其夫得黑蝙蝠區抗夫立切得而優之，娶咗佢。六年，哇！喺度侍咗成年俾佢，啊！我今晚幾大啲真正富貴，唔貴啊！東坡偷進楊梨花，歸上回覆丈夫畫形。用轎看着星進難逢，步入難牽，把威風啊請啊！本來話要振枯光噶嘛，我見到佢個樣啫，唉，唔好話見，諗起我都驚。不過唔係，若果我今日唔去振枯光嘅話咧，我聽日就係死狗咁樣噶啦。冇，再嚟多次先。當我步入難牽，把威風啊請花为千花荣，月
速断难成还仍相争亦难以说和平射幽书险中我难而胜黑子白马子我射分啊明啊写没写？写没写？轉裝轉頭，咁我哋趁呢個時間咧，我哋爭取時間，我哋請我哋嘅《鉛蛋路》嘅導演、紀錄片嘅導演卓翔先生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借大家掌聲再熱烈啲，因為咧，卓翔導演咧就啱啱喺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嘅一個頒獎禮，香港就拎咗咧2013香港藝術發展獎最佳新秀（括弧電影方面嘅獎項嘅。咁咧，佢都係獎狀嘅。咁都係個評語裏面咧，又話你認唔認同咧？即係透過呢段片咧，俾好多人知道咗粵劇呢樣嘢，即係令到粵劇多啲人睇。佢係咁講嘅。咁你點睇咧？喂，係，大家好，我叫卓翔。咁就咁講翻啦。其實我諗呢個紀錄片都出咗嚟一段時間。咁其實好多的確聽到好多觀眾啦，咁都會走嚟同我講話
佢睇完呢個紀錄片之後咧，其實佢本來係對戲曲係冇乜興趣，或者係會覺得有啲抗拒。咁睇完呢個紀錄片之後咧，佢會有少少嘅衝動去入場去睇演出，去聽呢兩個劇中人嘅演出。咁呢個的確就係聽到好多咁樣嘅 feedback。咁亦都記得有一個auntie 啦，咁佢話佢其實好中意睇戲，咁但係佢個女咧其實就一路對戲曲係好抗拒。但睇咗呢個紀錄片之後咧，佢就真係走入場就去睇，甚至又同埋媽咪一齊睇。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個紀錄片帶出嚟嘅一種少少嘅影響。咁阿倫都有同我特別講過，或者Paris 佢都話其實都有好多嘅觀眾去睇完佢演出之後咧，即係走嚟同佢講話我睇咗你個紀錄片即係你要繼續努力支持你。咁即係呢啲都係我收到嘅一啲訊息。咁我諗可能係即係只係做咗少少嘅工作，但係即係作為一個引導大家去去同呢個戲曲去邂逅嘅。唔知道在座啲觀眾有冇呢個感覺，或者有冇啲咩嘢想問導演？可以隨便舉手踴躍下喎。如果冇咧，咁我就再問多次問題先。其實我諗好多即係睇完片多數都係會叫觀眾問問題啦。其實我就覺得咧嗰個互動咧其實係可以唔同嘅。其實我覺得係你可以同我哋去分享一啲你睇完一個電影之後咧嘅一啲感受，因為好多時候都會睇完電影咧係一定會有好多嘢令你諗到，或者係令你會有啲感受，未必係未組，即係可能你係未組織好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喺呢個空間度，即係同我啦，同在座嘅觀眾去分享，就未必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其實未必有問題。所以我覺得交俾觀眾，我想聽多啲你哋嘅意見啊，你哋嘅感受。都得，會唔會有麥嘅？好，咁大聲。其實我睇《劍打》度睇咗好多次，睇到卓導演都認得我啦。咁點解會睇咁多次咧？因為我覺得呢套戲咧好勵志嘅。咁同埋就係點解一個十幾歲啦，而家二十歲嘅後生仔可以咁辛苦揀條咁艱難嘅路去行咧？咁我覺得都值得我哋反思。點解即係我又唔係話一竹篙打曬一船人，話九十後完全係唔會 hard working。咁但係佢又真係比較罕有咯。咁同埋我每一次睇咧都有唔同嘅感受咯，留意到啲唔同嘅細節咯。咁亦都唔係話表面上睇到嘅嘢咁簡單咯，咁所以我每一次睇都有一啲新嘅感受，但我真係好 appreciate 同埋好佩服點解佢可以揀條咁艱難嘅路嚟行咯。如果你問我咧，我真係即係唔會行到咁耐咯。咁所以睇多幾次當係支持佢咧，同埋就係因為Alan 啦，咁我係重拾對粵劇嘅樂趣嘅。咁亦都係因為Alan 我去睇《劍蛋奴》，咁啊認識咗卓翔咧係一個非常有黑嘅導演，因為如果冇黑嘅話咧，拍唔到一套咁觸動人心嘅戲嘅。咁我希望你繼續努力啦，加油！多謝。係，仲有冇觀眾想問或者發表下意見呢？我都係冇問題嘅，即係都係講下自己嘅感覺。咁我即係半年前睇嗰次啦，就當時都好深刻。咁就我覺得你雖然係講緊兩個鉛蛋啦，但係其實佢哋嘅路係唔係好同。即係頭先我同我啲朋友都傾過，就一個咧就係十一二歲開始上台表演出身，一個就係即係參加比賽出身。咁佢哋走嘅路都是相當困難，即係相當困難之餘，但係佢哋係有好大嘅毅力、好大嘅熱誠、
passion 去做呢件事，我真係好佩服。我想問點解你會睇咁多次嘅？你本身好中意粵劇啊，定係對粵劇有興趣啊，定係點樣？我一生人睇過一出粵劇嘅啫。或者東畫籌款嘅時候會睇到。唔係，即係嗰啲節節戲當然有睇過，但係一出完整嘅粵劇我睇過一次。但係即係我會喺將來都有興趣繼續嘅去睇。就其實今次呢、這個呢一件事咧，就係、是、我就睇完。當時鉛蛋路之後，咁希望可以請到呢兩個即係 artist 嚟 Graduate House， 我心裏面就覺得我希望佢哋嚟 Graduate House 俾我哋嘅 Postgraduate students 可以，尤其是外國嚟嘅 Postgraduate students 或者中國大陸嚟嘅，可以睇一睇嶺南文化、廣東文化，睇到呢方面可以即係有啲承傳對於我哋自己香港或者中國文化。即係首先，真係要即係多謝 Professor Chan， 即係去幫你去籌備成個活動，即係支持我哋成個活動，即係多謝。咁你拍嘅時候咧，你有冇諗住即係當然去心路歷程啦，又或者去點樣去行呢條路？你梗係會描繪啦，但係有冇諗住阿 Professor 頭先所講嘅一啲弘揚下文化，又或者即係都會涉及啦，但係有冇諗過係有呢、這個即係觸動到人嘅地方咧？其實我拍呢個紀錄片之前咧，我係都同戲曲嘅關係咧，其實都好疏遠嘅，即係其實冇乜點接觸，可能真係好似你講啦，東畫嘅時候可能會聽少少。咁跟住我係喺大學嘅時候咧，就睇咗一個昆曲嘅演出，咁就係牡丹亭。咁嗰一次就係一個即係我因為冇讀文學嘅，咁所以咧係唔知道牡丹亭嘅內容係乜嘢，跟住之後我都唔識入去睇。咁我係當時瞓著咗，咁去到半路就突然間醒咗，咁啊聽到杜麗良喺度唱緊《驚夢》，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好朦朧，跟住之後就覺得嗰個聲音好靚，即係個歌聲音樂，跟住再去睇翻啲詞嘅時候，原來我哋中國嘅文化入邊有咁豐富嘅藝術，即係一個有咁即係集不同類型嘅藝術形式喺入邊。嘅一個表演藝術喺入邊，咁我覺得點解我到依家先至會遇到嘅咧？咁我就覺得其實就係話你有冇嗰個機遇去遇到呢一種藝術。咁我就好希望可以讓更多人去接觸到戲曲嘅嘢。咁所以最初嘅緣起咧，我係想做一個即係關於昆曲嘅紀錄片。最初咁跟住我就嗰陣時黃厚偉係我個同學。咁我哋畢咗業之後咧，我哋保持聯絡。咁我就嗰日就去揾佢，同佢傾啊。我如果想為昆曲去做一啲嘢嘅時候，應該做啲乜嘢？咁跟住傾下嘅時候咧，就講到譚詠麟，即係呢個小朋友。咁嗰陣時係小朋友。咁就講起就話佢已經冇再唱旦角啦。咁我嗰陣時就好好奇，咁就覺得好想去了解呢一個男仔點解。當初是即唱女仔，但後來因為聲音變化而冇唱，跟住我就好想去見佢，咁就約咗佢出嚟。咁見到佢嘅時候咧，我好震驚，因為佢同我喺即之前嘅印象嚟講咧，佢係變化好大，佢好似老咗十年咁樣。咁呢個變化是我很難想像，不認得他。咁所以我就覺得係咪中間有一些事情發生咗、經歷咗，點解會大咗咁多？咁我嗰陣時就將我的 focus 就將昆曲放在一邊，咁我就去 follow 呢一個小朋友周亞倫，咁去希望可以藉住佢的故事去讓更多人知道，其實戲曲的演員是面對緊一啲乜嘢。咁我覺得其實戲曲呢一樣嘢，即係戲曲演員嘅責任係好大嘅，同埋我覺得佢哋好難得，就係話佢哋用佢哋嘅身體，用身體去記錄我哋一啲傳統嘅文化。即係呢一樣嘢係如果佢哋唔繼續嘅話，其實我哋嘅文化就會流失。咁所以我覺得用紀錄片嘅方式，其實就係讓觀眾去明白一個台上嘅演員佢背後面對緊啲乜嘢，而希望可以引起大家關注。亦都希望其實就係借住一個咁樣嘅故事嘅形式，
咁以人嘅出發，咁去讓觀眾睇咗呢個紀錄片之後咧，其實就真係喺嗰個零鐘頭入邊聽一啲戲曲，佢未必會願意去去走入去劇場睇一個三個鐘嘅一個戲曲嘅表演，但係佢可能願意花個半鐘頭去睇一個電影。咁我嗰陣時就係一個咁樣嘅想法去做。有冇？冇我又問多條問，有。我可以补充话吗？就是我对越剧不是很了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越剧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京剧包括就是浙江的越剧，都是有一些反串角色，在越剧里面反串常见吗？就这种，我不是很了解，就这个男生扮旦角在越剧本身，它就是一个。可能比如说解放以前比较多，或者是原来比较多，现在逐渐减少，还是说其从头到尾都很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越剧到底现在在香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都知道，就现在随着就至少在内地是这样的嘛，就是京剧啊、昆曲啊，包括其他地方剧种，其实在政府的扶持下已经慢慢慢慢有一点在恢复了，他们或者是走一些相对比较偏高雅的路线，或者是走一些就是在大学包括中学小学一些就是很简单的系统的一些的普及。我不知道在香港现在越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就这两个问题，谢谢。好，不用翻译，好，即是两个问题啫，很简单，就是昆田旦在粤剧是不是常见的呢？以前有没有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現在的政府或者香港的環境對於粵劇的地位、比重和發展是怎樣的呢？我直接用普通話說，應該 SI 可以吧？可以，好，補充一下，就是粵劇，廣東的粵劇其實它跟國內的戲曲其實面對的情況很不一樣。就是大家其实粤剧现在有三种的艺术表演形式是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粤剧，一个是京剧，一个是昆曲。然后其实香港的政府在2009年就宣布之后，就是粤剧被选为就非遗之后，其实政府的那个投入是多了很多。那之前也有一个就是油麻地戏院，然后呢在那个戏院里面就复修变成一个表演的场地，然后呢政府也有一批的发展的基金是专门是为了粤剧去就是拿出来的。然后呢那笔钱其实就搞了一个活动，就是油麻地的一个年轻演员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就是为了年轻人就是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去表演，然后不单只是演短的，而是演一个长剧。那对于年轻演员来说是很难得的几个机会，因为大部分都是演短的，但是有个机会让他们演长剧是一个很好的训练。那因为演戏其实特别是戏曲，他不可以就是不上妆然后不穿戏服然后在家里练，这个是没有用的，反而是真的是要 full gear， 就是要整个扮下来然后再演戏，然后有观众，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他才可以让他的艺术可以发展。那所以在这种扶持底下呢，其实粤剧在这几年其实是发展的不错，就而且是现在的演出的场数其实是比过去的还要多。那但是香港的粤剧面对什么呢？面对的其实就是一些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在香港的教育，戏曲的教育是不像国内，不像大陆，不像台湾，没有一个学校就是中专开始训练，也没有那些少年宫，就是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在训练。那所以对于粤剧这种表演艺术，一定要从小开始，就像舞蹈一样。那没有这样的训练，其实没有几个人像阿伦这样子可以从小就开始有训练，然后可以上台，很少很少。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粤剧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训练，但这个问题以很多方面的有一些阻力吧，就是其实真的要办一个学校，也没有家长
愿意让他小孩进去。因为其实大部分小学，但很多小孩子是从幼儿园可能开始接触这个越剧训练，就是那些训练班，那些每逢礼拜六去玩一下拉拉筋的那种，那就每个礼拜拉一次，然后但大部分这种小孩都到小学，可能是小五小六，然后就可能停，就说你要好好学习，要回归正途。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在香港是很难训练学生的。那这个是我想最大最大跟国内的分别。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国内是不是有政府的团，对吧？那团是有国家的钱，然后都这样子，就是戏服都是国家出钱买的。但是香港就是所有剧团都是私人的，都是商业的。那所以演员要自己买衣服的，谁钱多谁的衣服漂亮，就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比较底下，其实越剧面对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其实还蛮难去改变，因为是可能跟香港的社会环境、家长大人对这个越剧的发展可能还没有这种信心，那所以就会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个希望可以补充你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在香港这个越剧其实过去是有男旦，在就是在20、30年代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有，然后但慢慢就少了。然后其实男旦这个是从明朝开始就特别就推行，因为国家那时候皇帝就是不让女生上公开演出，所以呢演出的都是男的，那女生只可以在家里，就是加班里演出。那所以男旦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就越来越普遍，然后到后来真的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男旦就开始没落了。因为就是周恩来就跟像京剧，周恩来就跟其中一个就是四小名旦张君秋，然后跟他说男旦传到你这里就不要传下去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传给女的，男旦做老师然后传给女的。所以你现在看到京剧其实大部分都是女的。那在这大概是这5、6年吧，开始男旦开始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不同戏曲其实有不同的这样的背景。然后越剧的话，你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女生装扮成男生，这个是已经是成为一个潮流，一个主流。但在过去，其实在过去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任剑辉，那任白他们两个的这样的搭档是两个女生，然后这个就是在过去其实也不是很普遍，然后是从他开始，然后他任剑辉跟一个剧作家叫那个唐迪生，然后他们两个这样的组合，就像梅兰芳跟另外一个剧作家齐豫山，那他们两个其实是他们这样的组合让这种艺术可以就是成为主流的一个历史。所以大概就先说到这里吧，不想说得太深入，可能上午再查一下。好多謝卓翔導演拍了這套《鐵蛋論》，剛才看的時候呢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好像大概20年前在南海十三郎謝君豪主演那套電影那種震撼力一樣，在當中其實呢令到我對粵劇是有個欣賞在這裡，尤其是你剛才提到唐迪生這個這麼有才華的粵曲編劇家，咁佢真係好有才華，同埋好嚴謹咁去受徒啊。其實就好似頭先鉛蛋路嗰兩位青年粵劇家，整個成長路心路歷程一樣，咁即係俾我有一個好大嘅共鳴震撼力。咁另外第二個問題，頭先其實我都有問到阿卓導演，就係頭先鉛蛋路所講嘅故事咧，其實跨越成10多年嘅，究竟你係幾時醖釀拍咧？唔知拍咗10多年嘅咧？係，
這個可以補充少少，就是剛才你看到的片裡面呢，有兩個部分的主要，一個呢是2004-2005年的部分，一個呢是由2010年開始，那就2011年的部分。那其實呢2004-2005年的部分呢，是黃厚偉即劇中人和他的同學，他當時是讀電影的，那麼他就跟那些同學一起去做一個紀錄片的功課，那麼當時就拍了一個12分鐘的短片，那麼就是你們見到的那些片段。那麼我在2009年那裡，那麼就是去reactivate 這個 project， 那麼我就當時就拿回以前的一些 footage， 一些素材，那麼就去reorganize， 跟著去延續這個 project。 那麼當時其實有很多的片段，就是2004-2005年很多 outing， 即是當時沒有用到的一些片段，我就找回出來。你好像看到Alan 和黃厚偉他們的一些 interaction， 或者是Alan 和他爸爸的一些片段，都是以前的紀錄片是沒有的，所以就再加上我一些新拍的一些訪問和一些生活的片段，就組成了這一個影片。所以其實我拍的片段大概是2年左右，即其實是一個緣分來的，放在這裡你再……其實呢，我不知道 Annie 應該不記得的，因為我在報紙做粵劇版的時候呢，其實很久，5年前左右，那我 就訪問了他。那他那時候其實沒有那麼高大，沒有現在那麼跟現在那麼大隻，但沒有那麼高大。但是 他很奇怪的，他不是一個普通小孩，即是很老直，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即是你問他的事他是答得很清楚很流利，跟現在一樣，即是嘴張嘴紅。但是他的問題就是，我最記得的一幕，我問了三個問題，跟著他走的時候他嘆很大口氣地走，跟著我就問他，你做什麼事啊，跟著他就說他要練，他要去練嘢了，之前來之前訪問之前他又練了很久。然後我就在想，為什麼一個小孩可以堅持那麼久，就是一個，我覺得這個問題呢，就看你的片，隔了很多年之後，5-6年之後又看你的片的時候呢，那就即可以知道了。我想這個大家看完《鉛蛋路》之後呢，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感覺，就是一個，我就是一個類似中斷的結局，就告訴我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了。那大家可能就是一個開始去可能接觸粵劇啦，又可能會對他們兩個有興趣，那就去看他們的東西，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或者有沒有東西想再有喔，喂我廣東話就麻麻地，我會試著用廣東話講用普通話就好了。 OK， 用廣東話都可以，如果你想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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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劇的生存狀況啦。剛才出道語系講到香港這裡是由於沒有培訓，所以有一個生存的問題。我是覺得即是其實戲曲在整個中國都是有這個問題，它不在於說沒有人去培訓，而在於說現在是越來越少觀眾去看戲曲。就是說一個戲曲他要活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培养观众，如果没有了观众的话，这个艺术它再好也不可能存活下去了。然后我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的其实和大家看到的都一样，就是看到两个演员他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来自于家庭可能不大支持，然后社会上可能对浅淡这个角色可能有一些观念上的一些东西，可能我就看到这两个主角他们的矛盾和挣扎，包括他们对于读书和这个还有选择演出这方面的矛盾之间，其实当事人可能都存在不同各种各样的挣扎。然后我就觉得整个片子给我的感觉是矛盾与挣扎，然后其实还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而是表面上是两个人，其实看到了就是整一个戏曲它生存的状态。
就是你可以通过他两个人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一个粤剧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在中国都不景气，所以才会导致这两个艺人在他们发展的道路上会面多这么的困惑和矛盾。然后我看完整个片子就会觉得纪录片本身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讲述这样一个背景，可是在它结束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因为它只是把这个问题掏出来了，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去引发我们去思考，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的方向。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你是很绝望的？不是绝望，我自己都是很喜欢戏曲的，我看了之后都是非常之感动的，但是感动之余我是想不到有什么方法。真是绝望的导演。不可以这样说。我应该用广东话还是广好，我用普通话好了。那我想不同观众看完这个戏可能真的有不同的感觉。那因为这个是很个人的，那有可能有一些观众也会跟我说他们看到希望，有些人他看到绝望，但这个我觉得都 OK 的，没有对跟错。因为我不是希望你在看完一个电影然后你在猜我在想什么，然后你就是我希望这个是真的是开放性是给你的。我觉得看完一个电影不一定要找到答案，反而是我希望用这个电影让你开始思考，开始去想，然后有什么可能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我想如果我用一个作品就可以把一些问题处理的话那就太简单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你所说的，真的观众培养是很重要。那像白先勇先生他就是在做戏曲的推广，昆曲的推广，他就是用了很多方法在学校里，然后也去做一个监制，去做一些演出的策划，然后这些工作都是培训观众，就是培育观众。那我想这个纪录片其实也是同样的功能，就是让观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开始去思考。所以所以你在想，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已经成功了。对，我很欣赏你的工作，谢谢。我们先前面那位小姐再后。我们起码是年轻一代，我是这样认为。我自己是想分享一下，我在小的时候都经常跟我婆婆一起去乡下那些，会逢年过节啦，村里面都会真搭棚做大戏的，是这样潜移默化认识粤剧的。但当时是看不明白或者睡着了啦。但是其实现在都我听婆婆说过节的时候都还是会有剧团去乡下搭棚做大戏的。但是我自己的认识呢，就是在广东他真正很好的粤剧表演者，那些国家级的演员是不会做这些普通民众可以看到的免费的搭棚的大戏的。但是他们的演出是非常少，场次是会相对香港少很多的。我觉得可能会同系，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他们不需要做那么多场赚钱，可能是有关系的。不相反，我发现在香港我们其实接触一些高水准的表演的剧目的机会是多很多很多，即从开场的频率或者做不同戏目的种类来讲，我即周时在地铁什么都会见到广告啊、推广啊。所以我觉得反而其实在广东啦，我认识对粤剧的推广是比香港要差的。所以希望香港可以做得更好，都希望在广东的粤剧推广可以会好翻啲咁样。多谢导演。后面那位先生是不是
后面的。Hi there. First,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help. And my question is, when I read the synopsis first, I was expecting the story beginning from Jin Chang meeting this beauty at the garden, and then story continues on, and at the end it ends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But by just looking at the scene, I was only seeing the girl punishing the guy. So I was wondering if I'm interpreting this synopsis wrong, or it's just that cutscene due to lack of resources. 这个是非常之专业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四节的截止器之后呢，其实是两位议员会答回这个问题给你的，到留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专业的解答答回你的。我等翻譯翻埋俾你聽。Hi, I was not able to follow the whole thing, but I was looking at the body language of the actors on stage, and I'm from South India. We have a dance form called Bharatanatyam.Where the body language and the hand movement are very similar. So, do you have any significance for the, you know, like having the finger like this or like this? Is there any significance for that? Because we have some things portrayed by these kind of hand movements and the postures. You can.其實我是可以在廣東話回答的，但是我不懂回答你的問題，因為都是一些專業的範疇，待會我們留給我們演員去回答你。我可以說一點點，其實在亞洲的很多的傳統表演藝術，其實呢都是會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的，就算是日本的傳統藝術能劇或者是同昆劇，其實他們相互裏面腳步啊，或者例如他們的一些肢體語言，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這個我想這個都跟滾以前那個歷史有關，很多其實是有些傳統的藝術可能去到日本，跟著很多拿到中國的一些傳統藝術的一些養分去做，所以其實裡面是很多比較涉及比較專業的，我都不可以在這裡去講太多，因為我都不是這邊的 expert， 但是這些方面我想是的確是有它的相似。謝謝導演拍的這部紀錄片。我想問的是關於那個紀錄片拍攝的問題，就是當初在跟 CNEX 提案的時候，就是CNEX 給你們有什麼樣的幫助？因為這部片有三位監製嘛，然後這些監製對這部片在创意的处理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介入，或者说，之前2004、2005在演艺学院的那个作业的原本的导演，跟导演有没有什么讨论关于这部片？谢谢。当时其实我就带着这个计划，然后到北京去做 pitching， 然后当时其实就是当时的评审其中一个是张兰江导演。然后他当时就是特别让我这个计划去就是入选。然后本来我是应该只能拍个短片，因为我没有经验，但是后来他就让我就是把这个作品变成一个长片的作品。然后他们在我拍摄当中其实给我还蛮多的自由度，然后就是稍微之前给我们讨论一下之后我们就开始拍，然后是在后制的时候他们参与就特别多。他们像张兰导演，他一直就是每一个剪接的cut他都会会看，然后会给我 feedback， 给我意见，然后直到最后他们在发行或是这些宣传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参与在帮忙。所以 CNEX 这个机构就是从开始到构想跟到拍摄，然后到最后的发行，他们都是参与当中。
那个导演我就有跟他有聊过，但是他也是因为是我的作品，他也没有太大的参与，因为我都是拿他的一些 footage， 他的素材，然后去重新的去建构这个故事。有冇问题？啊，导演我有问题。你剛才說你拍這段片之前是沒有什麼接觸過戲曲，但是你剛才那些答案都很詳細下，即是你是一直跟著你們覺得粵曲越來越好，還是因為那次看完《牡丹亭》之後覺得中國的戲曲範疇都很吸引你，有什麼吸引的地方？我想就是剛才說到就是那次看了《牡丹亭》之後，其實就覺得這個戲曲本身跟我認識的粵劇很不同，那時候就開始就對昆曲有很多興趣，就開始看他演出，然後問他資料，後來就是粵劇又會看多一點，其實沒有，其實真的覺得這個傳統的藝術它裡面有很多 craft， 它每一個動作都有一些 meaning 在背後，每一個手的動作或者是腳步那樣東西，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值得去了解更多，所以其實都是一路拍一路去認識，一步一步。你剛才說回個話，有位小姐說到就是說她在地鐵看到很多的廣告，就是我們很多選擇去看粵劇啦，譬如在新光可能一路都錄緊，除了會有南海十三郎的重演之外，但是個問題就是咧，頭先佢哋個觀眾培養咧，有點樣去引觀眾去咧，其實都係一個很好嘅問題。咁呢個我哋留翻 下一節再講，因為而家咧我哋已經準備好下一個嘅節節咧，就係貴妃醉酒。咁大家都知道貴妃醉酒個故事大概係點啦，但係咧其實係京劇梅蘭芳老師嘅一個名劇嚟嘅。咁點樣將一個京劇嘅名劇？嚟到 Paris 手中點樣去處理，去再編過或者再加入對廣東話又或者一啲粵劇嘅元素咧？咁我哋而家就可以去欣賞一下啦。
Thank you.
其實我們現在就直接下去西雙了，好嗎？那我們都 OK 了，好人生无涯。
还你肩上和思念泪加
人啊，觀眾想問主角問題呢？直錯。你好高啊，真係。麻麻地啫。係。你好，那個我想請問一下，就是當初你是怎麼樣去找你的老師？因為在那個師承關係在越劇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是怎麼樣去選擇你的老師？你意思是做蛋的時候啊，還是做生？就是一開始。訓練前對。一開始。即係你個學習的過程係點？我學習的過程是我細個三歲就去睇大戲啦，咁就睇完大戲之後，我就翻屋企就係咁學做戲的身段啦。咁就係我爸好秘密地帶我去一間兒童粵劇團咁度學，但一路咁樣發展落去，我就嗰時就三歲冇話一路學咯，咁就逢星期六做學生，逢星期日學蛋，咁嗰陣時下係嘛？下嘅意思係好辛苦，定係會撈亂？你覺得會？我以前都有學過少少咯，但我覺得生同埋蛋一齊學嘅話，尤其是學生段嗰陣時候，會啲手勢可能會撈亂咗。你點樣去區分同埋記得好清楚？所以我要分兩日咯，所以分兩日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如果唔係，我自己都會撈亂。哦，咁其實我頭先睇你表演嗰陣時咧，睇你嘅做手咧，可能。會唔會受你之前做蛋的影響？即係見你的手好像有少少偏向於蛋嗰邊。因為我是睇角色嚟定的，因為我呢個將軍帥呢個書生是比較柔弱書生啦、奶油書生啦，比較脂粉味重啲嘅，所以我要偏向有多少少比較柔軟啲嘅身段。咁唔知頭先講問題講完咗未？我都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你除咗睇粵劇做粵劇之外，有冇去睇或者係學習其他嘅劇種，譬如話京劇或者係昆曲？有。基本上我以前學嘅時候，我第一個教我身段嘅老師係北京老師嚟嘅，係北京老師嚟。咁就基本上我哋嗰時係咩都學嘅，咁就。我的瘋狂程度是今天上完堂夜晚就去看戲，一個禮拜可以看六日戲那些來的，留下星期日夜晚是做功課咯。那我很有興趣去知道，就是京劇的小生和粵曲的小生，他的做手或者是那些身段，你覺得有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其實京劇和粵劇的小生做手是差不多，但不過因為京劇可能會有多少少嘅身段，係啊，咁粵劇就比較少啲，係啊，咁就
除了身段之外，就基本上可能唱嗰方面會唔同啲啦。唱好大區別。係咯，好大區別啦。咁就基本上，因為我哋粵劇嘅身段都係由京昆裏邊取落嚟噶嘛。係啊，即係都係攞京昆嘅優點去擺落粵劇度。好，明白，唔該曬。我想問一問咧，頭先睇紀錄片嘅時候咧，你有一度係講到話想做翻一個平凡嘅年輕人咁樣啦，咁即係聽落去咧，都係覺得嗰段時間係好難捱嘅。咁唔知道你而家又會唔會覺得舒服咗啊？即係嗰種難捱嘅情況已經過咗去啊，定係仍然係咁辛苦嘅咧？咁同定係習慣咗咧？都可以叫習慣咗嘅。咁辛苦就一定辛苦噶啦。咁不過就時間會比較好啲嘅，因為冇以前日頭翻學夜晚做戲咁辛苦，係啊，咁而家淨係做戲啫。咁譬如日頭可能去教小朋友，或者係自己去排戲啊、成啊咁樣，咁自己時間會好餘好多咯。咁不過而家到咗唔同嘅階段，就會即係有唔同嘅辛苦咯。咁而家嘅辛苦係？而家嘅辛苦係因為我而家多數都係做一啲比較。都是有角色 的位置啦，應該話，即係譬如係一定是重戲份的，係啦。咁你每晚都是做緊重戲份的戲的時候，你要每一晚去保持嗰個水準，係啦。即係就算即係因為觀眾不會知道你前一晚發生咩事，係嘛？咁基本上就係、是、因為我哋每晚唔同劇本添，係啦，所以我哋都要夾硬逼自己記曬。嗰晚嘅劇本係啦，咁就盡記啦，係啦，咁有時都會靠執生嘅，係咁就同埋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譬如你做戲棚咁樣，有好多唔同嘅問題會發生，即係可能譬如喂唔夠鐘啊，即係有啲戲棚可能係會你要過十二點嘅，要過夜晚十二點，咁你套戲其實十一點幾可以完到㗎啦，咁你點樣去捱到十二點幾咧？點樣去拖咧？咁或者可能？夠鐘啦，唔該，你唔該，你快啲收工。咁我哋點樣可以暢快啲，等件事完咗佢咧？係啦，呢個都係一樣即係你晚晚都要面對嚇嚇、又唔夠鐘啊嚇、我又要夠鐘啊嚇，即係都係一個都係一個壓力嚟嘅，係啊。同埋有時你要出去做戲，要睇曬成個環境，跟住一個可能唔記得，我要即刻出嚟補要講啲乜嘢，講啲乜嘢咁樣，即係要俾觀眾，即係唔可以俾觀眾知道發生咩事。真的要很多急從。另外一個問題是想問你變了聲音之後沒得唱蛋角，你會不會覺得是一個遺憾呢？我初初以為我變了聲音是唱不到，怎麼知道我變了聲音之後又唱到的是啊，就不過雖然是唱到，不過已經沒唱了，都有一點遺憾啦，即可能以前小時候想做的戲，現在做不到。謝謝謝謝。因為觀眾，即係我俾觀眾嘅印象已經係做生啦，係啦。咁若果即係有啲觀眾會覺得會好混淆，即係究竟係做緊乜嘢咧？係啦，咁久唔久一次或者係 OK 嘅，係啦，久唔久一次或者 OK。但係如果你即係應該要行咗去做生角啦，咁你就全心全意去做生角。大家看完套紀錄片，第一個問題就是小時候開始學演解沒放棄，第一個問題就是，第二個就是會不會是都很多，咦，我們可以請 Paris 一起出來談，我們剛才的問題是，其實你的年資現在不是很厲害的，你幾多歲呢？我20歲。年資呢？年資17年。但是我想問是一個，那以你的年紀裡面，你的年資是不是無可匹敵的呢？冇人無可匹敵，即係冇人追到你嘅。咁唔係嘅，唔係嘅。咁呢個好。咁冇理由兩歲開始先可以超越你喎。咁我又唔知喎。即係識講嘅就要有就要唱先可以超越你咯。好，我哋請 Paris。小心小心。我只有一半嘅妝，已經坐正坐。咦？點解要我坐？
哎，咪兩位一齊整坐，咪叫你坐，你坐啦，你坐啦，係，係，有神鬼神，睇下先，我哋，哦，係個連，我已經唔記得咗啦，連資嘅問題，咁其實靠執生啊，靠乜嘢啊，咁都係連資經驗嘅問題，呢個係經驗問題。咁但係要係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啊，定係點樣咧？頭先譬如你話要唱少啲啊，唱多啲啊，咁點樣喺個 show run 緊嘅時候，你可以做到呢件事啊？其實我講過要四周圍留意發生緊咩事啦。咁可能係其實因為我係由做下欄開始，即係下即係企後面嗰啲兵啊做開始咧，咁就變咗你會見到有好多老官。在一個不同的環境的時候會去救場自己飛人家，原來他是留意了很多環境，咦這個鑼鼓在響，為什麼那個人還沒出來呢？原來亂換電裝，他自己就自己唱一大段東西，然後出去做一大段東西，然後看到原來後面一個 OK 了，站在那裡了，他自己就收結了尾，然後就回去，我們是要聽他指示去做，變成我們做得多了，留意得多了，還有做棚，做戲棚就基本上會多啲啲事發生，係咁就變咗做一耐就會好自然地就會掌握到。其實我覺得是不自然的，咁應該是天分的問題嚟㗎嘛。我覺得很自然嘅，係咯，所以天分的問題應該係。咁有冇問題想問啊 ，Paris 咧？你有沒有練過蛋啊？咁少少咯。以前讀大學嗰陣時候，我哋有一個學生社團係教京劇同埋昆曲嘅，後屘都有學咗少少嘅劇唱，係啊。咁嗰時都有學過少少蛋，所以我想問一下阿 Paris， 頭先你做嗰出貴妃醉酒啦，咁我京劇就有睇過嘅，但係粵劇就未睇過。咁一開始你出場嗰幾下動作咧，我就見好似京劇嘅嗰個出場嘅動作幾乎係一樣嘅。我想問即係呢個音樂同埋個身段嘅安排係你自己設計嘅，定係話之前已經有人做好咗？呢個演法係我開始嘅，即係我啱啱呢個版本。因為京劇咁啱，即係嗰個旋律同埋嗰個唱詞咧，好接近京劇嗰個版本，係啦。呢個版本就唔係我創作嘅，即係本來準備要演嘅嗰個《清宮行鎖西湖城》就係我哋創作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是、我突然間喺圖書館發現咗有一支曲係。咦，啲詞幾似京劇嗰個噃咁樣，咁於是乎我攞咗嚟，咁又幾味餸炒埋一碟，咁變成啱啱呢個版本。咁當然啲動作我係向京劇老師學嘅，係啦，即係按梅派嘅老師嘅教法。咁嗰幾下即係玉兔東升咁嗰個節奏好啱同京劇嗰個配，京劇嗰、那個因為京劇啲詞就冇我哋咁密嘅。咁佢就係海島兩個字已經唱咗好多拍出嚟啦。咁但係我哋頭先玉兔東升嘅，咁呢度已經四拍啦嚇嚇。咁所以就所以啲動作你會發現嗰個節奏係快啲嘅。因為啲詞同埋嗰個音樂旋律都快咗。嗯，我就覺得你成個做得好好，安排得好好。係，多謝你，多謝。嚇，即係我都係抄前輩嘅啫。咁都抄得幾好。多謝。其實咧，我之前問過你咧，而家係咪個情況都一樣？就係有好多戲嘅曲譜咧，都係俾昆生同埋女嘅昆蛋唱啦，田生田蛋唱，唔係昆生女仔唱，全部都
譬如唐迪生那些咧，全部啲音都係咁樣。咁你係咪要做嘅時候都要改好多嘢咧？改就唔敢改噶啦，改咗就俾人鬧啦。即係你自己創作嗰邊係咪要揾好多自己創作嘅？如果其實冇分別嘅。如果演蛋嘅話，其實但係有啲演法嗰個節奏要放得緩慢少少咯。即係男仔唱女仔咧，就可能要柔少少，所以咧就冇咁爽嘅。咁但係女小生咧唱，即係女嘅飾演生角咧，佢可能要爽少少，而令到佢會即係直接啲講，可能 man 啲咁樣嚇。咁男嘅蛋，即係男蛋，相對可能要柔少少咧，可能個節奏冇咁爽嘅。係啦，即係唔係去到最慢咧，但係冇咁爽嚇。咁唯一係節奏上嘅問題咯。咁但係其實我諗粵劇嘅男旦咧，即係譬如假設我或者可能有其他嘅人士佢都係粵劇嘅，但係佢要唱旦咧佢都要係好真切地去模仿一個女性先得，係啦，因為粵劇嘅觀眾嗰個審美嘅一個角度咧，已經係。譬如如果我唱一句，落花滿天蔽月光。如果我的發聲是咁樣咧，你就已經很容易聽得出我是男人啦。咁我必須要擺前啲，落花滿天蔽月光，先有咁嘅聲音出嚟。咁但係京劇咧，有一個流派叫做情派。咁其實情派嘅聲音就你會覺得他是男人嚟嘅，但其實他很有女性的味道，係啦。咁神似同形似是大家之間嗰個分別咯，嚇。粵劇要很實在、很真實地去似一個女性。咁所以如果粵劇的男旦要去演繹女性的角色咧，你必須要在 technical 喺個技術上，你要先要做到先，係啦。咁再去講其他咯，如果人哋話：，點解咁嘅把聲，即係都唔似，都唔係女人聲嚟嘅咁樣。咁但係你聽翻京劇嘅男旦，其實唔係個個都一定係女人咁嘅聲嘅，嚇。即係有陣時可能老嘅觀眾會覺得，即係京劇嘅老觀眾會覺得女嘅旦咧太真實，佢哋覺得會冇味道嘅，反而係咁樣嚇。佢哋要求嗰種係味道同埋神似多啲。即係藝術嗰個陶造多啲咁樣。有冇嘢？唔係一定要問題嘅喎，可以係一啲感覺啊，都可以講俾你聽，可以交流一下。好，我想問下 Aaron 嘅，我其實。有看你做戲，其實大約每年看一次到啦。咁我早幾年看你嘅時候，我今年看翻呢個Greatest School嗰個出嗰個 email 咧，就介紹你啦。咁我唔知道原來你係咁後生。即係個樣比較老啲。所以咧，我今年再看你去做大戲嘅時候咧，但我發覺咗你個樣子飽滿咗。咁你？間會唔會擔心咧？第時會由你少年變青年個身形嘅樣子咧，就冇做啲身咁瀟灑啊，好清秀嗰邊。係啦，即係咁靚仔。我直接啲問啦。係咯，你可以直接體重控制方面，你點樣控制？嚇！呢個好彈性嘅，仲喎呢樣嘢。即係你可以好快減到。基本上咧，因為其實我由細到大都係肥嘟嘟嘅，好老實講，係啊，咁就佢你急攰咗佢咯，唔係我今年覺得佢係特別飽肥咗，特別飽肥，係咩？竟然係咁啊！係咁打多啲陰影，我好 slim， 咁或者可能比較結實啲嘅，咁但係有時咁睇你做咩類型嘅戲咯，係啊，如果你話結實啲嘅，你走去做嗰、那個即係比較瘦成柴咁樣嘅角色，咁梗係啲説服力比較難啲啦，係嘛？咁你覺得比較做大模大甲嘅戲，武將呢個戲，咁我覺得係OK嘅，係啊。
咁呢個係睇每個觀眾嘅要求咯。我唔打你啦。我唔會，我聽了很多年的了。其實比較壓力，佢係啱。其實我聽了很多年，所以我不會話好難講。係啊，係啊。即係你都不會特登減嘅。唔係，咁順其自然啦。咁有時，咁有時你根本你都係飲啖水，你都肥嘅，咁冇計啦嘛，係咪先？係。係。多謝曬兩位的分享啦。咁我有一個很不專業的問題。咁頭先就聽到話，即如果想自己可能改啲劇本入面啲嘢，可能會俾啲前輩講啊咁。但係我諗翻昆曲嗰邊就有白先勇改咗嗰版青春版《牡丹亭》，咁到吸引到好多觀眾。咁我就諗緊呢個尊重呢個傳統同埋有少少創意嘅呢兩者之間係點樣平衡？同埋作為一個演員，唔係一個文化推廣者，咁喺呢個中間，你覺得自己會唔會想做多啲嘢咁咯？兩位都你咁樣望住我，即係我先答先啦。其實昆曲我自己都係幾熱愛我有一個戲是成出係移植自昆劇的由《牡丹亭》嚇。咁我諗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咧，其實佢有佢有一 team 人咧，全部都是大文豪嚟嘅喺香港嘅啊，即係嗰堆嘅嗰一班啦，唔好用堆字啦，即係好似廣州人嚟啊，即係嗰一群嘅學者咧，佢哋喺嗰個劇本嗰、那個撮要嗰度咧，係花咗好多嘅功夫。的確咧，昆曲咧係你改一隻字都係會死嘅嚇，不能改，因為佢已經唱咗600年都係咁樣唱啊嘛。咁白先勇咧，佢揸住一個宗旨就係只刪不改。佢對於嗰個劇本啊，係啦，即係佢同華偉啊、古兆新啊等等佢哋幾位嘅教授咧他只是將個《牡丹亭》由我突然間唔記得五十幾出變為27出，係啦，分三晚做9、3、27，係啦，出即係一場啦。咁一晚就做9場。咁佢個宗旨係只刪而不改，係啦，佢唔要改掉裏邊嘅嘢嘅，佢只係刪走啲枝節啫。咁我諗刪而不改咧，應該就唔會俾人哋即係鬧得咁緊要嘅，咁同埋咧，佢刪咧，當然佢哋都係一啲有文學根底嘅人，佢唔會將重要嘅嘢刪咗，然之後將唔重要嘅留低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創作係經過咗好長嘅時間啊，喺台灣嗰邊又嚟到香港，即係中港台三地，係文學家改完，再俾藝術家去。去睇下，咁改完之後，我身段排唔排到咧？咁樣樣，咁呢個係第一啦，即係文本上啦。第二咧就係喺嗰個藝術上咧，其實佢冇將昆曲嘅精髓咧係調走嘅，即係歌舞演故事呢5個字依然係喺度。咁只不過就係佢加入咗舞台效果啫，係啦，佢加入咗舞台效果。啲舞美多啲，譬如嗰啲花神咧，譬如遊園驚夢咁樣啦，後邊啲花神咧，佢真係多咗好多。咁而花神嗰啲衫咧，佢全部重新設計過，其實啲服裝頭飾都設計過。譬如傳統落嚟嘅，我哋係譬如好似呢套衫咁樣五彩咁樣啦，我哋叫做白底秀五彩。咁可能會有人覺得啊，你個頭又咁彩，你哋衫又咁彩，咁咪冇咗 mix and match 咯，咁樣係嘛？咁所以其實佢啲服裝嗰個設計咧，喺《青春牡丹亭》裏邊咧，係高度運用咗 mix and match 呢個概念咧。佢將頭飾與喺係繁複嘅嗰啲嘅裝咧，佢個服裝咧可能就好素嘅咁樣，同埋咧啲服裝咧本來冇咁收腰嘅，咁但係去到佢嗰度咧，可能收咗少少，要 slim 啲咁樣嚇，咁配合翻現代觀眾嗰種審美咯嘅角度咯，同埋音樂加到澎湃咗嘅，加咗好多配器，本來係可能即係低環輕奏，即係幾件樂器咁樣但係昆曲就係以即係簡單同埋雅，咁但係佢係加入咗成大隊嘅樂隊，咁唯一我聽過一個評語
語係評得唔好嘅咧，就係話傳統嘅昆曲咧唔係咁嘅，嗰個古詩好重要，即係我哋嘅掌板係啦，即係要掌握住成個節奏，就唔係用指揮嘅。咁但係而家呢個古詩變為咗指揮，咁但係其實嗰位嘅指揮咧，周友良咧，佢係江蘇省蘇州昆劇院嘅古詩嚟嘅，係啦，佢係傳統出身，不過佢亦都識指揮，即其實就係話傳統藝術去到今天咧，我哋必須要係學咗好長時間，浸淫咗喺嗰個傳統，你知道 what is 傳統先係啦，然之後你再去結合現代人嗰個審美嘅眼光同埋思想咧，係去將佢加以即進化咯嚇。咁我叫呢個做 modernization 啦，即唔係西化，係啦 westernize 同。西化和現代化是不同的，即我是這樣的觀念去理解，即傳統和現代的那個分別。你可以問多一條問題，一條有沒有？還是可以兩條呢？因為這位觀眾都想問，我們問短一點，你答不是短一點，精準一點。我好像講書一樣，問剛才也很好。我有一個不專業的問題想問 Paris 嘅。咁我係第一次聽男人演旦角嘅啫，都好特別啊咁樣。其實我都聽不出係男人聲，唔係即係聽唔出係男人唱嘅，亦都幾乎睇不出係男人添。但我想問一問男的蛋角同即係女人做蛋角喺個音域上邊同埋音質上邊，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嘅咧？呢個問題咧，我哋臨開場前同樂師同阿 Alan 咧都拗咗一輪，唔係拗咗一輪嘅，我哋經常拗到咩？唔係拗，我哋都討論咗一輪嘅。究竟今晚嘅線口咧，要用乜嘢線口咧？要用 C 定係 C sharp 咧？嚇，定係 C20添咧？咁嚇，咁啊。Alan 就喜歡唱 C-sharp 嘅，咁我就喜歡唱正 C 嘅。咁我諗喺個音域上咧，男蛋咧，我哋唔要求，即好難唱到咁高啊。但係頭先可能你聽到我啲唱腔可能去得好高啫。咁但係如果 C-sharp 即係話即係成盤線咧，即係成個琴、成件樂器咧，嗰個音域咧係即係嗰個音高咧係調高咗半度咯。咁通常女小生。做領班的團咧，都會係唱 C sharp 嘅，但係我就 C sharp 就好辛苦咯，咁所以我要唱正 C 咯，即係低半度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 key 嘅問題。咁仲有另外一位，不好意思，我剛剛看到紀錄片的時候，對於就是紅線女的片段，就是覺得很驚喜，因為她那個最近也是。那个刚刚去世，然后想说，就是你在学习唱腔的时候，当初怎么会选择想要去学习那个红线女的唱腔？然后还有你是怎么样去学习她的唱腔？因为我的老师也是唱红派的，他也当然很多技巧性的。技术性的训练也是从老师那边学过来的，但为什么要学红线女？因为我喜欢女高音，我以前也是唱合唱团的，学声乐的，我是唱counter tenor 啊，咁channel 所以哦系咪啊 OK 诶，咁所以学红派系。因為其實佢嘅旋律好跌宕好大，咁同埋我覺得洪腔比較適合男旦去歌唱，因為佢嘅音域寬闊，即係比較寬闊一啲，同埋佢嘅底氣可以即係需要足一啲先唱到嗰種嘅即係跌宕出嚟啊。咁不過中意又好難講嘅，即係你喜歡你嘅女朋友，可能你都唔知點解，咁所以我都好難。很難可以很實在地解釋啊，點解我咁中意紅線女？咁反正就係中意咯。好，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其實差唔多，不過俾掌聲三位啦，在場嘉賓。
咁其實呢個 show 咧，好多謝香港大學嘅光臨啦。咁亦都咧，其實係有 Paris 一手一腳去揼。唔係，其實係 Hong Kong U 主辦嘅，我係負責去，我係負責去做嘅啫。係，咁你都俾掌聲 Paris 啦。咁我哋都要借個掌聲咧，再去恭喜啊 Alan 啦，因為其實咧，佢都係喺啱啱攞咗咧2013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新秀獎，真係好長。戲曲方面嘅獎項嘅。咁希望你喺之後都有更加好嘅發展啦，同埋希望會好似呢位觀眾咁追住嚟睇啦，好嘛？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多謝曬，辛苦。我哋咧，我想要求大家咧，可唔可以嚟張大合照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定係你？係啊。向住觀眾咁啊，有冇興？係咯。